我是露奈，新年快乐！我是小柯，红包拿来！我累吗？我累吗？今天是大年初三，看到我们这个厉害的打扮，应该知道我们要干嘛了吧？我们要去干大事！今年的红包还满意吗？嘿、hey, ，我爸妈很满意，我们满意的，厉害，还在领红包啊！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，今天去找一些厉害的人来抢红包，怎么样？ Oh, 你看我们今天穿的那么漂亮，只要我们一说，他们就会给了吧？确定吗？可以呀、啊。但是我们还是要靠一些技巧跟手段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最会。我们找了4款的童年的电脑小游戏，我们去找厉害的人 PK， 赢的话我们就抢他们红包，如何？好，我们还玩游戏哦。不是玩喝酒游戏。如果输了怎么办？输了不用担心，这个东西应该是拿你自己薪水包的吧？这个我们就先不要，应该不是用大军公费吧？不用探究这件事了，反正我就准备了满满的红包。你竟然用大军公费？目标就是不要让他们抢到红包。好的，我们就直接 go go 吧。好，耶！辣鸡红包大道来喽！新年快乐 ！OK，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安边缘的这边，有点紧张哦。对，有点紧张，第一次就是当抢劫的人。接下来给我们，希望还有下一站。其实是要请你们放，对对对。我们先请你们。以前有没有在玩就是一些童年的电脑游戏？有，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每样都很擅长。哇，这是我真的，我真的很久没有玩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知道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准备了4款的童年的电脑小游戏。手上这边有4个游戏，黄色的是游戏的签，红色的是主持人的签。你看你会抽到谁？我要跟谁对战？对对 对, 對。OK， 好，那我先抽游戏的好了。小朋友，记得加。好，这个我们就派出我们的阿斗。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谁？你觉得谁看起来比较弱？哎、欸，应该都差不多。游戏王，游戏小柯，我来抽这个。你是游戏王吗？现在是谁不敢选？敢。这是两面吗？随便选啊。哇塞，他现在看我们没有。欸跟你讲，我不知道怎么下去，所以你可以走算了。那个，哦 ，OK。哎、欸，我昨天那个怎么丢出来的？还想问昨天啊？没有昨天了啦，是今天是现在啊。我昨天那个怎么丢出来的？不是啊，就不是啊。到现在只会普攻。哎、欸，我普攻都没失血哦。这样子不行，哦，他丢香蕉啊！我到底怎么丢的？吃我的棒球！我要喝那个，我要喝那个啦！那你喝完了。你好烦啊！我吃香蕉。你好强哦！我喝了一晚上啦。不用练啦。要不要想一下？要不要想一下？你要不要想一下？哦、好烂！我真是个恶劣的玩家。喂喂，没事。没有可以。哎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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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我不要喝啊！抢我的饮料！真的，我。球棒，好怕，滚！哎呦！没事啦，你尽力了。没了，这是个好比赛。你很棒，你很棒。我们阿健二比零完胜我们的乔科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你是最棒的。就像跟大家刚刚讲的一样，就是挑衅女生一样，赢了还可以握手，多棒的游戏！我严重怀疑这个计划是你花钱买的，没有，花钱花你的钱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有准备了大红包，好喜气哦！拿他的薪水付的，里面有现金，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东西。好，那我拿这个。好，噔噔噔噔，恭喜发财！这个是美轮明宏的招桃花系列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知道有个都市传说吗？就自从你换了桌布换成这个啊，你会得到一个好运，然后之后出事，得到一个很正的女友，然后被她劈腿。都有。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。没错。恭喜发财！耶、yeah, ！挑战成功。加油，观众！第二位挑战者叶
能动啊，我也不能动哎。你们去到输入法。哦。哦。我是蓝色的，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！耶！好，开始。啊，我死了！耶喽！耶喽！对，嗯，相当的激烈，确定有激烈，我小慌张，其实我一直在冒手汗。其实我也是，如果自己玩的话都还没那么紧张，只要一比赛就。究竟能不能拿到我们的现金奖呢？真的有现金，真的有现金，一张现金，然后其他全部是你们个人签名照。哎、欸，也有别的东西，包含阿导的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就这个了。好，真的、啊，想必这是你吧？恭喜你抽到直觉触捕！真的怀疑那里面到底有没有有钱？真的有钱，真的有钱。如果再到没有钱的话，麻烦你帮我报警，帮我签个名啊！帮我签个名，我可以贴在我的墙上。咦、啊！开始弄了，弄了。你怎下不去？啊！抽到没有？再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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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举！来搞！来搞啊！来搞啊！来搞！哎、欸，我死了！耶、yeah! ！没有在做效果，小柯搞他，搞他，搞他！我要离他远远的。你们绝对要抢劫成功，对，没错。好紧张哦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个运气！哇，他这个运气，他运气很好哎、欸，他俩在靠运气的。哇！过年嘛，我们就送个公仔给他们，谢谢，表示我们的心意。是那只狗，送给你们的礼物，谢谢。哎，三个人分一只啊，那我要屁股的部分，那我想要腿的部分，那我们再给他们多拆一个红包。不要了，那就多一张照片而已。完蛋，这个大小。准备邀请三猪上柜。什么三猪啊？三贝，三猪。三叔啊。我以为是写妹写错了啊，可以邀请他们上节目一次啊，拍一个什么泳装企划。你可以带他们三个去泳装啊，你一个人开车载他们三个，好像蛮爽的哦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抢红包的地点，哇，这一间应该很多可以抢。OK OK， 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如何？来加一马赛。哇塞，好久没来了。帮我开一瓶最贵的酒，每桌一瓶。我们的三生跟我们的瑞斯。以前有玩过一些童年的电脑小游戏吗？小朋友上下楼梯，小朋友起打跤，越南大战，萍水相逢游戏区啊。哦，那个很久了耶。小学啊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找你们踢馆，赢的话没有准备红包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哪一个节目啊？那你们今天有没有信心？有，不是我们赢了，有可能会拿到什么无聊赠品？太无聊，钱5万，那个金额我们就等一下再来说。5万，来现代跨界修旅车，来小天使贝斯帮我打开，来看一下是什么呢？噔噔噔，要不要换？噔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英王，跟大家对战，大家 PK 这样子。好，要玩什么游戏？吹牛还是击爆骰子乐？来，小天使贝斯，皮卡丘打排球。哦，好经典哎，我跟Toys那一战哎。哦，你现在流汗了？我开始流汗。你还好吗？哎，现在冬天哎。抽一下，抽个油。猫猫，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。我也不知道。这个简单的，这个开车收割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游戏王啊！哇，你是游戏王哦，白马怪，不想救归平啊。进入第一站吧 ，Go！ 你是什么水忍者村的？怎么这么容易出汗？死定了，死定了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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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彩排很烂，正式很强。没有了。副班长说没读书，都考95分。一个。姐姐。不要不要杀球不要杀球！呜呼！等了我等着了。妈，他在这，他在这。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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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。像全明星运动会一样，这是打排球啊！擅长不分男女啊！啊！哎呦！啊！不要杀球，拜托！好。杀球，你看，给你，真是吧？你真乖。啊！不杀球我也输了。你给我拳头没呢？很大很大很大。就你个头！啊！不要！好，不要杀，拜托不要杀，拜托不要杀，轻轻的。哎，我怎么过不去啊？过去啊，过去。对吧？轻轻的。过去。OK。轻轻到最后，都到最后。什么意思？你看我都没杀球哦。有，你很好，你很绅士。打破一代，让我们深深拿下这一次的排球冠军。有感应一些。你敢不敢应？我敢应。敢应。OK。你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现在跨界修理车，来六个六，要不要换？好，换这个。好。什么东东啊？你们笑什么啦？什么？美人明红，美人明红的你的版本。这个是新年，就是会让你各种的运势都会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你还不错，还可以。放在皮夹里面，好不好？虎年虎虎生风。耶！需要买一些东西，太棒的礼物了，吓坏了。现在来了第二个对战组合，就是我们的瑞斯对战我们的游戏王巧克。耶，万块万块，没有万块，里面只有这个。眼睛都不能眨，眼睛好干。加油！三战两胜嘛。你要守关呢，姚勋的 GK 就要被搬走了。好哎，是他的没关系啊。来当关主。来开始，来开始。也是这样，可以。8-2，我们都排八二。一样平手哎。阿斯拉，确定？确定要打开推进器吗？不是，稳一点，不是，推进器吗？哇！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！守住。中间确定吗？确定要打开推进器？有钱的，感应一下，再次感应一下。我要这个，好，确定啊？要换吗？要换。我相信自己。里面是现在跨界修理车。电踏飞镖机免费打三枪。要被揍，要被揍，要被揍！我觉得我这个比较好。这个不错啊，这个来我们公司免费打飞镖，这个比较好哎。对。他现在开始回想说，我刚刚那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团员培根，也许他返回一层说。有可能。对。如果你赢的话，我们要准备红包让你抽。哇。如果你输的话，你要准备一个这边最贵的东西给我们当红包。最贵。你看这个是我。那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可以啊。我用左手。小朋友，请打架。哇，听说你很强哎。不要说我欺负你们，我真的单手玩。单手你也是 OK 的，不是吗？我现在有点困了呢，我先双手好了。那个，还拿小刀来了，小刀流，小刀流，其实不好控哎。哇，你喜欢玩这个棒棒啊？对啊，我喜欢棒棒，我喜欢棒棒。你干嘛一直射我？零过来。好难扣，真的，那个是掉。你们先讨论，我先喝个牛奶。好，那我先
那不然我先给你打，我给你打到一样血。OK OK, okay.。不然不公平。来，我有 M 属性，赶快打我。啊、哦，好爽。爽我要棒棒打你哦！你要棒棒打你哦！扶起来了！怎么样？这个吹满意吗？我就喜欢从后面来。哇哇哇！哎，快去打！哇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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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你真的可以抽到我们最好的奖品。不然人家都觉得我在骗人。对啊，我们真的没有骗人，我们真的有东西。刚刚孙抽多少？他说500万，那个东西价值500万。那个项链，来一条线，这个，就这个。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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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就这个，我们是不是出来丢人现眼？说要踢馆，然后都踢输。没有，我觉得是这样子惩罚我们。其实我们实力真的不是这样。我们应该要抱着就是来送红包的心态。对对对对，还有赚到一个新年会，证明了就是大家玩游戏的实力都蛮强的。对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再找他们认真 PK 的。好，那今天也在那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开工后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喜欢影片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、红包拿来。哎，我们就要抢这栋房子 ，OK 吧 ？OK 吧？只要赢了就可以抢到这栋房子吗？你太骚给他！过年了，过。